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711页倒数第四行，课题绝真结果。品题绝真结果第22。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这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它占的是什么样的地位。语气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绝证，决定证得，结果是无上菩提。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谁证得？每一个往生的人，决定在一生真的，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个看法？无量劫来，常常祈求的、盼望的，就是这桩事情。虽然常劫以来都希望有这么一天，这个希望的欲望不是很强，往往被世间财色名利冲淡。觉证即果，它是在我们眼前，我们把它看作距离很远。财色名利呢，就在眼前，看得很近。那怎么样呢？近的先去，远的慢慢来。这一个观念就把我们生生世世遇到经中的法缘说活了，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往生。那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也是个未知数。
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就真错了啊。眼前的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要记住佛的一句话，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世间财色名利你带不去，你寿命终了，他们全都散掉了，不是你的。那现前是不是你的呢？你细心去观察，不是你的。啊，为什么？这个身我们都控制不住。啊，这个身体刹那生灭。啊，生死绝对不是说这个人死了，气断了，啊，这才叫死。这个看法，心未免太粗了。啊，仔细观察，像佛菩萨一样。这个身体是刹那生灭了，我们掌握不住啊！一秒钟生死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我们的身体生死是1600兆次。这是真相啊！谁知道？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们知道为什么他看见了啊？看见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它的生灭频率，通通是1600兆次，一秒钟。啊，1600兆次。啊，我们能相信吗？古人能相信。古人比我们厚道。比我们诚恳啊！今天的人心浮气躁啊！佛说的，弥勒菩萨说的，他不敢不信。实际呢，实际打了很多问号，充满了疑虑啊，怀疑、顾虑。勉强相信，这个不行啊，这还是烦恼啊！啊，真正相信，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相信，量子力学家相信，为什么呢？在这种高频率之下的生灭了，他在实验室里头见到了，所以他相信啊，跟佛经一对照，他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这个事情3000年前佛菩萨知道啊，这些科学家也不过是最近20-30年才明白。啊，科学越来越接近佛学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啊，佛教是什么？
高等科学，我跟方老师学哲学的时候，老师把佛学介绍给我，告诉我佛学是高等哲学。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也相信。佛教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这都会被证明。所以，人从生到死这个生灭，这个现象太粗了。真正人的生灭，是1秒钟1600兆次。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相虚相，不是真正的相虚相，是相似的相虚相。为什么呢？前一念的生灭的那个我，跟后头一念生灭的我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了，那人永远不会老，那就是一样的。不一样啊。是相虚没错，不是完全相虚，是相似相虚，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与前后没有关系的。所以佛跟你说真话呢，就是根本没有生灭，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这把我们就搞糊涂了。生灭怎么是不生灭？生灭不可得。你没有办法成一个生灭的概念，你不可能。你才有这个概念，不知道多少生命过去了，你一个也没掌握到。从生到死，纵然你活了100岁，你也没有掌握到一个生命。这个道理要知道。这是结果啊，《华严经》列菩萨51个戒位，从十住这个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50个位次，上面有个等觉。51个位次，我们这一生要学佛，至少也要提升到初性位，第一个阶层刚刚入门，初性菩萨。初性菩萨就不是凡夫，就是圣人。为什么呢？他就能够断恶修善，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是只是在人间天上，他不迷。他不退转，他具足2种神通，天眼、天耳。天眼能看到六道轮回，天耳能听闻到佛说法的音声，
啊，那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修成初心位的菩萨？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见思烦恼里头，见烦恼断掉了，你就真得了。啊，见思烦恼是什么？是我们对人、对事、对万物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叫见烦恼；想错了，叫思烦恼。你思想错误，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一无所知，完全迷了，这叫六道凡夫。啊，真正明白了，明白你就会放下。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这个标准啊，你说你觉悟了，你明白了，觉悟明白是什么样子？得要有标准。我对于所有一切物，包括自己身体，我都不执着了。这叫真明白了。啊，见惑烦恼啊，佛陀教学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身不是自己，人都把身当作自己，头一个错误，啊，身不是我，是什么？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好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我所有的，这是假的。佛门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借假修真。这个假的现在有用，你也不能糟蹋它。啊，用这个假的身呢，来修什么？修无上菩提。那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法子修啊。有这个玩意才能修啊。啊，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坏东西。啊，你可别把它认错。你要认错，这就是我，那个麻烦大了。啊，那是什么？这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六道轮回的根。你能够转过来，把六道轮回的根拔掉了，你就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不可以执着身生活。啊，身为什么有生死啊？我呢？我没有生死啊。如果身体是死，身体是我死了，那人就死了啊，那以后就没有了。啊，那还有谁去投胎呢？啊，谁去转世呢？谁修行正果了，不全没有了吗？啊，所以一定要晓得身不是我。啊，那什么是我呢？一般人认为灵魂是我。这个比把身当作我是进了一大步。啊，他知道身有生命，生灭掉了，灵魂不灭，灵魂就投胎去了。
啊，投胎谁做主宰？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什么东西做主呢？烦恼习气做主，完全凭你的喜爱，你喜爱什么，就到哪里去投胎。啊，六道里头，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念不移呢，不生净土。你的念佛的念头没有转移，你不会往生净土。啊，爱是爱欲啊。男女之爱，财富之爱，名利之爱，这个东西非常坚固啊！啊，财色名利摆在面前，你不爱吗？这一爱，那你就注定了，你是六道众生。啊，你的生生世世，这个业力在牵着你，在六道轮回。你行善，在三恶道受生；作恶呢，就三恶道受生。就这么回事情啊。六道里头芸芸众生，谁都不能够避免。啊，这个事情，佛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为什么要学经教？没有别的，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是为这个来学经教的。为什么要了解？不了解就不肯放下，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佛陀教育的宗旨，佛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苦是什么？六道是苦，那什么叫得乐呢？脱离六道才是乐。啊，还不是究竟乐，究竟乐要脱离十法界。啊，不能脱离十法界了，你带个小乐，轮回苦没有了，还有设法界没处理呀、啊，六道上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明心见性，这就是苦。你还有无明烦恼没断。啊，无明烦恼断了，真正得乐了。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十法界，脱离了，得究竟乐。那个究竟乐是无为涅槃。啊，我们再说个好听的话，回归自性。啊，正得妙觉如来的果位，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这到底叫无上了，无上菩提。佛帮助我们干这个事情啊，佛对我们的恩德了，无与伦比呀。佛一分钱不要啊，我们跟他学没有交学费呀，他不收啊。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讲经教学49年，没有收过人一文钱的学费，完全是义务教学，教得非常认真。这一桩事情就叫做佛事。啊，你查查佛学字典，佛事怎么讲法？啊，头一条就告诉你，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事业就叫佛事。啊，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教？用教育、教学。啊，他的身份是老师，受教的人成为弟子，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称释迦为本师，啊，根本的老师，第一个老师，啊，创教的。跟释迦出家，专学这一门学问的佛的弟子，跟佛完全一样，啊，也是一文不收。啊，从出家的沙弥开始。真正出家受沙弥十戒，就不可以拥有财富。啊，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手上不能摸到钱，摸到钱就犯戒了。啊，现在还有，不过很少。啊，真正持戒的比丘，啊，为什么不要钱？目的是让你身心清净，啊，财色名利统统放下。从此以后再不沾染了。目的在此地，你的清净心就恢复了。清净心现前就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清净心现前，见思烦恼染悟了清净心。啊，要知道清净心、平等心是我们的真心。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信心是什么样子？他说了5句话，我们要记住。第一句就是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这一句话用现在话来讲，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自信呢，本来是清净的。这话就这么个说法。啊，本来清净的，有没有被染污？没有。啊，不但
我们没有染污，堕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也没染污。那佛经常常讲染污了什么呢？染污是实，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绝对没有染污。啊，那么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头，完全用的是妄心。如果用真心呢，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什么人用真心？佛用真心。换一句话说，你用真心，你就是佛；你用妄心，你就是凡夫。啊，佛跟众生的差别就在此地。佛用真心，众生用妄心。妄心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妄心。那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用这个？真的。啊，那我们要学不用妄心，把妄心舍掉。怎么学呢？斯里兰卡有不少住在山洞里头啊，在旷野人迹不到啊，山上挖个洞，他白天晚上都在洞里打坐修定啊。那么这样的修行人在那个地方很多，普遍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他住在那个山洞附近啊，附近的居民都会照顾他们。照顾他们很简单，他们一天就吃一餐饭，日中一食啊，日中之前一定把他需要吃的喝的送给他啊，他只是接受这些，其他都不要啊。这是戒律上讲的比丘戒受，这个在家人的供养四种：第一个饮食，这个戒受；第二个衣服，衣服上他没有衣服的时候你供养他，他的衣服只有三件，叫三衣一钵啊，这是生活必需品。三衣有一件破了，人家供养一件可以，不能有第四件啊，只准许你拥有三件衣服啊，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啊，戒律上明文规定啊，生病的时候可以接受医药，晚上休息，白天打坐，地下铺个垫子，这个叫尼斯坦啊，是梵语。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多半是兽皮啊，现在真正要常用的还是兽皮比较耐用啊，小乘还有，大乘没有了。大乘是用一块布垫着拜佛啊，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啊。它就是因为古时候出家人居在野外，
不是在房子里面，树下，啊，树下把它铺在地面上的睡觉的，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垫被，啊，它不是被，它是一块布。这个样子，你的心清净啊，啊，清净心能够现前，不舍干净，就有牵挂。有牵挂，心怎么可以清净？啊，要舍得干干净净，真的是一尘不染。清净心在向上提升就是平等，心清净了未必平等，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是菩萨是佛。我们的经题后半段有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修学净土的人，标准是什么？标准是清净心。得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得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后面是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往生净土的三个条件。那么净土无比殊胜，是可以待业往生。啊，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的，没有待业的，一定要消业。业障通通消掉了，你才会有成就。啊，净宗法门不需要，业障在没关系，只要你把念头集中，说念不移，不生净土。意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啊，我心里头没有杂念，只想阿弥陀佛，只念阿弥陀佛。就行了，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没有第二桩东西。这个人决定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决证即果。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一定得搞清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这是我们主要办的一桩大事，其他是附带的，附带的可以做可以不做。啊，不设慈悲心。啊，我现在不做，专心念佛，行不行？行。那为什么不做？没有缘呢？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我们去找那就错了。这个缘现成摆在面前，缘成熟了，也就是他来找我，我会帮助他，他不找我，我不找他。啊，别找事，啊，找事就是找烦恼。啊，随缘没有烦恼，要掌握这个原则，我们这一生极乐世界才去得成呢。啊，好事很多啊，啊，天天去找这些好事，忙得不亦乐乎。将来往生到哪里？人天福报。啊，为什么呢？
你所一生所修的与清净平等就不相干。往生极乐世界要清净平等觉啊，起码的要有清净心才真能往生啊，攀缘清净心没有啊，啊，修来生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人天福报好不好？不好。为什么？福报享尽了怎么办啊？连唐太宗都在地狱，这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啊，啊，他现在在哪里呢？有人告诉我他叫往生极乐世界，我相信3年前我们应群书之邀印了10000册，啊，流通全世界，我们这个10000册的分配啊，台湾国民党我送1000套，民进党也送1000套，中国大陆共产党我送3000套，5000套在国内，另外5000套送国外啊，目的这是一本好书，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啊，这个好书希望不要再遗失了，在中国已中断了1000年，就失传了。这一些人，唐朝时候，唐朝亡国，这个书啊，流到日本去了。啊，诸位要知道，唐朝时候的书手写的，没有印刷书。印刷书宋朝时候发明的，就唐书分量少啊，啊，50万字不简单的，写一遍不容易，所以书的分量很少。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是货啊，把这个带回去了，居然在中国一套都找不到，啊，在中国断了1000年，一直到嘉庆皇帝清朝乾隆的儿子啊，乾隆做了60年皇帝，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他做太上皇，啊，这个表现也是孝道啊。乾隆的祖父康熙做了61年，他想他自己不能超过祖父，祖父61年，我做60年就好了，所以60年就传位了，孝道尽孝。啊，嘉庆登基，日本给嘉庆皇帝送了一个礼物啊，中国人叫朝贡，这个礼物里头有一套群书之邀，这从日本回来了啊，中国人才晓得，晓得那个时候人没有一个重视他，什么原因？那个时候是清朝的盛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面一半，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最富有的，啊，人民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他
他的治籍，这个政治上的成就超过唐太宗，所以唐太宗这个书大家不重视啊，他们做的比唐太宗还好啊。那么这都是事实。一直等到满清亡国，这个书从宫廷流流出来了啊。当时有一些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的这专家学者看到了啊，那么上武英书馆印过两次啊。第一次是照日本的书原本印印，那是铜版印印啊。另外一套呢是重新排版，签字排版啊，在国学丛书里面收的有，这两种本子我都看到了啊。我看到这个东西欢呀，无量的欢喜，因为我知道有这本书，我没有见过啊，常常想这个东西，哎，心想事成。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我想这两本这部书啊，没想到有同学他们遇到了啊，把这个书啊寄给我啊，两种本子，每一个版本寄了一套给我，很不容易找啊，找不到啊啊。我一看呢，这个书很完整，虽然很旧了，八九十年以前啊，纸很脆了，但是字没有脱落，完整，非常好。我交给世界书局啊，给我印一万册，把它放大，放大字就更清楚了啊。印24开的本子啊，我们也没想到唐太宗，我们只想这套书啊，没想到这套书印成功了，书店把样板送给我看啊，完全装订好的，外面有核桃桃子啊，寄给我看。那时候在澳洲，我们有七八个人，书摆在桌上，大家欣赏啊。当中慧仁法师的妹妹从台湾到澳洲来看她姐姐，大家在一起，突然她跪下啊，说我是唐太宗啊，我是李世民啊，没说，说我是李世民，我们马上晓得唐太宗附体啊，请他坐，他不敢坐啊，他说我有罪，我从地狱出来啊。怎么出来的？就是这部书流通了，这个功德让他离开地狱啊，来感恩的，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透了这个信息给我啊。大概5分钟他就走了，这个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提醒了我，我当时没有想到对流通世界，没有啊，只是流通啊台湾跟大陆的地区，没想到别的啊。他提醒我这个书可以救全世界，那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书要翻成外国文
啊，那怎么样？先翻成白话文，然后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读到。我想到这个问题。啊，唐太宗那个功德，离开地狱。啊，那么他在我那里告诉我的信息，有通灵的人告诉我，他没走，就在我净宗学院，在念佛堂里面听经念佛，应该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才离开。啊，他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好。发现念佛求生净土啊，果然要是真正发现，他决定会成就啊。我们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也可以给我们同学来做证明，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啊，他虽然做皇帝做那么多好事情，他杀人太多啊！隋朝亡国，群雄起义，他是其中之一。隋灭亡了，啊，这些起义的人都被他打败了。啊，他统一了全国。啊，就靠这部书，群书之要，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的依据。啊，让他的大臣们个个都要读书，要读这部书啊，所以才有贞观之治啊。啊，才有大唐盛世出现的啊。那么这本书，我们细细去看它。非常有价值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这本书印出来了送了不少到那边开始做翻译工作啊，做注解，做翻译。喜欢读的人非常多。啊，尤其是一般外国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好书，希望赶紧翻译英文本。啊，所以我们临时想到揭露其中的精华360小段啊，一天看一段叫群书之要360这大家喜欢吗印成小册子非常受欢迎啊，这个小册子流通全世界啊，希望大量翻译将来再从英文上翻译其他国家文字。啊，满唐太宗的愿望。啊，他说能救全世界。他说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是凭这部书治国。啊，齐家治国。他做成功了。
所以他有信心。我们看念老这一篇呢，有一个简单的提要。本品总结极乐世界，觉证极果做总结，太好了，清净庄严，净智明和。啊，净是环境，智是智慧，智慧能够见到环境的真相。啊，明和自自然然契合。啊，因果如如啊，啊，如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三藏法书里揭露出来的，如如者，什么叫如？不变不异，真如之理也。为有情真知。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现前。啊，那么这个要交代清楚。每个人都有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就是真正的自己。啊，真正的自己不生不灭，那是我。啊，要记住，啊，这是我。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一个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心是我。啊，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平等心是我，也没有改变过。啊，第二句他说，本不生灭，就是真心。不生不灭，真心里面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孝好，通通是清净的，通通是不生不灭，这叫如如。啊，观察名相、名字、现象。这叫冥想，用真正智慧观察冥想。啊，冥想是什么？皆悉如幻。《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真相。大白了，所以一切现象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有相；你说它有，这个相根本不存在。啊，幻象它不是真的，它是刹那生灭。啊，总要记住，一秒钟它生灭1600兆次。所以它不是真的。啊，名跟相本空，这就叫真如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理应知明，这个事实真相是理呀，是因为你有智慧呀，你明白了。啊，知。因理法啊，如果要没有事实真相，你怎么会知道你有智慧？
所以他们互为因果，啊，一智如理，一理如智，叫如如。啊，理是真的，智也是真的。如如理，见如如智，如如智，显如如理。啊，所以称它作如如啊。下面观无说，按同理可推。啊，大经科主张的是因果如如，因如其果，果如其因。啊，如如好比说数学公式，你怎么样用它都行。啊，它能够涵盖一切法，啊，法法皆如。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如如智啊，比什么都重要。如如智，人人皆有。啊，只是现在有烦恼，有妄念，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我们如如智不能现前。啊，要怎么现前呢？把心定在一处就现前了。为什么？一心是真心，二心就是妄心。我们的心太乱了，妄念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所以我们用完全用妄心，真心有不知道，真不知道。佛给我们讲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啊，会用真心的就是佛菩萨。啊，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把烦恼减少。啊，千万不要增加，烦恼少，智慧就长；烦恼多，智慧就不见了。啊，那么念佛的人，用念佛的方法，恢复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我们把念头集中在阿弥陀佛，从早到晚，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做事情不妨碍。如果是用劳力的事情，对你念佛可以不中断；如果是用思考的，啊，那你在思考的时候把阿弥陀佛放下。啊，不用思考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提起来，这叫真正念佛人。啊，真正得佛力加持。人不要为自己，为自己是凡夫，为自己就是搞六道轮回，出不去了。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念头转过来，起心动念为别人。特别是为苦难众生，为造作罪业的众生，为什么？他们可怜，他们的果报不好，
念头不善，言语行为不善，有因果报应的，不是没有啊。这种因果报应都在三途啊，所以对他们要特别怜悯，要特别慈悲，帮助他们。啊，没有缘，帮不上。我们每一天拜佛、诵经、忏悔，在佛像面前给他立个长生牌位。那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这个可以做到。啊，如果有缘，我们要有行动去帮助他；没有缘呢，我们回向给他就可以了。啊，对他有好处。啊，我们用的是真心，啊，他用的是妄心。啊，真心有加持的力量，啊，妄心力量就弱，妄念太多，念佛的功德微薄，啊，这一点呢，不能不知道。因果入入，特别要重视。啊，今天社会混乱，这些严重问题摆在面前，不能解决。什么原因？如果你懂得因果如如啊，这些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不要从果上啊，从果上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什么？果有生因，因又变成果，解决不了问题，从因上。不善的果从哪来的？不善的因来的。啊，唐太宗所说群书之要能救全世界，凭什么？凭因果入入。啊，他能够在因上下手。啊，因上下手就是教学。啊，教人断恶修善，问题就解决了。啊，现在的社会没有伦理，伦理要不要？要，没有伦理，社会乱了。家庭乱了，啊，没有道德，没有因果，作乱的人无所畏惧，他认为伦理道德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从前这些帝王自私自利啊。用这个人来骗人的，这是一个绝大错误的观念。骗人能够骗几百年，骗几十代。而没有被人拆穿，
这人也是佛菩萨了，不是凡人了。凡人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我们不可以污蔑古圣先贤。啊，国家领导人在英国上讲，过去生中没有十世善因，他到不了这个地位。啊，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啊，能够做到国家领导人，啊，能够享受大富大贵，都是他修来的。啊，要修十世以上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个地位不是随便哪个人可以取代的。你没有福报不行。啊，因果报应就在面前。啊，没有这个福报，这个地位下来了。啊，我那个时候出家了，见到一个。也见过几次面，啊，是个军官少将，啊，身中将，命令还没发布，总统批准了，大概旁边的人传出来告诉他，啊，你升了，总统批准了，应该这几天的命令就可以接到了。啊，慎重讲，高兴的，啊，请些朋友在家里吃饭，啊，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在吃饭的时候死在桌上，啊，那一杯酒下去就死掉了。所以人家说的，他只有一颗心的命，没有两颗心的，那一颗心来把他压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是欢喜死了。啊，我们那时听到这个信息，大家都对他惋惜。啊，他算还是个好人。啊，人要相信命运。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一定的。啊，否则的话的时候，你享受不了啊。人要懂得因果，就会规规矩矩做人。啊，一生快快乐乐，圆圆满满。啊，果报最好是老年受享。啊，年轻时候不要把福享尽了，享尽了年老怎么办？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财富不可靠啊！佛在经上常常提起，财为无价共有。啊，这是告诉人对于财富真相要认识。啊，无价共有，在古时候，你犯罪了，你有重大的过失，啊，皇上免你的职，治你的罪，还抄家。啊，没收你的财产，这叫官，
吴家的官府会没收的。你做事没做错啊，那你的儿孙做错事情怎么办？在中国遗产局啊，儿孙做了坏事，连带处分。啊，那个儿孙就是败家子。啊，在因果上讲呢，是你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做你儿孙。啊，到最后他做干了坏事，你受了牵连，家破人亡。他是来报仇的，来报复的。啊，来报仇的，往往这种儿孙是你最欢喜的。啊，他逗你欢喜，逗你疼爱。啊，最后做错事情的时候，让你家破人亡，因果可畏也，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人真正读书人，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平安就是福。啊，平平常常，安安稳稳，这就叫享福啊！啊，不是财富啊，不是很高的地位，不是啊！啊，我这一生学了佛了，懂得一个道理，一生享福。啊，我没有财富，没有财产，没有地位。啊，出家了，到87岁，快到90岁了，连一个寺庙都没有。啊，可是日子过得很自在，不操心啊。啊，要有个寺庙，就有很多徒众。我常讲的，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这个东西可麻烦了，操心了。啊，我这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自在，没有操心的地方。啊，每一天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佛法。啊，我的日常工作，念佛、拜佛、读经，跟大众分享。啊，这是我一生的事业。啊，我们最近20年，用网络，用微信，听众不在眼前，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好啊，省心省思啊，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50多年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所有一切媒体统统断绝啊，最近的2年电话都不要了啊，电话是找麻烦的，是烦恼的啊，你没有这个东西心多清净，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何必呢？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助往生者，设法诸佛刹土，一切有缘众生，念佛往生净土，内无取舍分别，这个我们放下了。我们对于一切法不取、不舍，没有分别。啊，取舍是讲有心的，没有心，完全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啊，不是有了就欢喜，没有就忧虑，没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统统好。啊，没有分别，故外感远离分别之心。啊，这样的心它一定有感应。感应什么呢？外面的没有远离分别的境界。你看什么境界都是一如。啊，无分别故呢，清净平等。下面为受最上快乐。这个话一般人不懂啊，为什么不懂？你没有这个经验，你真正放下了才知道放下的快乐，才知道放下的幸福啊！你没有放下，你没有看破，怎么跟你讲你都不能体会啊，真正体会到了，你再也不会要了。啊，再宝贵的东西，都能够送一切人。没有怀念。送掉之后，人也忘掉了，事也忘掉了，清净心现前。那人生最高的享受，住正定居，觉正即果。这个话说的多恳切，多坚定啊，疾苦参考资料里头揭露佛教大字典的一段术语，至极之真果啊，到正果的最高峰，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叫至极之真果，为佛之真觉，是因为修行之结果啊。学佛达到这个地方，这是毕业了啊，真正得到究竟圆满，光明文具第七卷书，菩提结果，即行方可，着重即行，即功累德，你才能得到。
要多久的即心呢？要无量劫，绝对不是一生一世啊！在这一生一世成就的，是他无量劫修行呢，果德现前。决定不是一生一世，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今天我们遇到大乘，遇到净土，凡是真正能念佛往生的人，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这个人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又遇到这个缘，遇到这个缘得无量诸佛的加持，他勇猛精进的，他往生了，往生就是正果，二是真的结果。佛这个话有道理啊！啊，那我们自己听了之后，对自己要珍惜。啊，我这个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那当然。我过去有这样深厚的基础，还是不足。啊，为什么不足呢？我现在念佛不能够一心，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这就说明呢，我们过去所修的是修的很多，但是还不够。啊，还没有真正达到往生的标准。这怎么办？补，赶快补足。用什么方法？一心专念，很快就补足了。啊，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人，都是勇猛精进。大概都不出三年。他就往生了。他真往生了。他预知时知。自己清清楚楚。不需要别人作念。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很多，不止一个啊。我们听到了，看到了，啊，要增长自己的信心，要认真努力向他看齐。啊，向他学习，他能成就，我当然也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他引用的这段。大乘一章第八卷说，无漏结果，所谓尽知即无生知，这两个名相，什么叫尽知，什么叫无生知啊？底下挂弧有解释，小乘是指第九与第十，
叫禁止。啊，即断尽一切烦恼，则知我。即知苦，断即正灭修道。即断尽烦恼时所生的自性智也，这个禁止阿罗汉所证的清净心现前啊，断尽一切烦恼，这个一切烦恼是指见思烦恼啊，经上佛常说的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见惑，断尽的正消尘出苦，再断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就是错误的想法，前面是错误的看法，通通断尽，清净心现前，智慧现前。这个智慧叫净智，净是烦恼净，净是烦恼净，智慧现前啊，这个智慧也是真智慧，但是阿罗汉三大类的烦恼只断一类，见思烦恼，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啊，所以他只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十法界啊，脱离十法界还要加功用恨，把尘沙烦恼断掉啊，尘沙烦恼断掉了，平等心就现前，就是无分别智啊，再进一步把起心动念断掉，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他就成佛了。那个下面讲无生智啊，就现前。我们再看无生智，是限于立根罗汉所有之智，即知断正修之事实，更知无知断正修之事，所以叫无生。断而无断，无断而断，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凡所有相，包括佛法。佛法是真的，是假的。佛法是因缘而生的，佛是觉。觉怎么生的？因为众生不觉，所以跟众生对面有个觉，众生不觉是假的，佛这个觉也不是真的啊！不要认为觉悟的欢喜了，错了。什么是正常的享受？佛的享受，如如不动，这是正常的，什么念头都没有。这是自己的真心的清净平等，如同大海一样啊！它起的作用，遍照法界，遍法界虚空界，它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自己呢，如如不动。
像一面镜子一样，啊，用心如镜，照得很清楚，一丝毫都不染着。镜子妙极了。清净不染着，染就错了。染什么？动念就错了。动念就染了。啊，清净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有念就错。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可以到极乐世界，不能证无上菩提，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去，再把阿弥陀佛放下，一尘不染，就证无上菩提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你们有本事证无上菩提，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神加持你。啊，你必须一尘不染，就真的结果了。啊，理要清楚，要明了，对于一切法就没有贪爱。啊，叫贪染。啊，于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随缘，随缘就是没有贪染。啊，饮食没有贪染，穿着没有贪染，啊，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才真正快乐，真正自在啊！啊，一定要讲究什么，那可不行了，啊，你着相。啊，世间人要着相，为什么不着相？他乱了。啊，统治世间这些帝王领导人，他们要立法，让大家遵守，法也是相。啊，佛不要这个东西，但是佛教学生。没有成就的也要立法，你看他有戒律啊，他有教学的理论方法啊，这些理论的方法全都叫方便法，到时候全部要删掉啊。金刚经上有明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净土也在内啊。净土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再放下啊。我们现在把一切法统统放下，世出世间法都要放下。只留一个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连这个也放下，啊，你就真的结果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揭露的，就小乘罗汉而已。罗汉证得了净智，再提升。就能提升到无生智，啊，到无生智，他就契入大乘，啊，大乘法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
何其自性，本无生命，本不生命。啊，这是真的。啊，回归自性了，自性没有生命，自性变现，变现的一切万法，哪里会真的有生命？啊，变现的幻象可别当真，当真就错了，我们自己起了妄念。啊，自己不起妄念，那叫佛知佛见，眼见、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在境界上起作用了，起作用怎么样呢？作用清清楚楚。心里面呢，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这个人，我们称他什么？称他极果，称他妙觉如来。啊，那我们就晓得什么叫真修行呢？真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修什么？我在刚刚初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接触佛法不到三个月。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啊！我见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我说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教是大学问，啊，是最高的哲学，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啊，张家大师听到我这个提问，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人对着看，看了不半个多钟点，一句话没说。啊，在他小客厅里头，小客厅里好像只有五个人，大家都没话说，非常安静。啊，真的什么妄念都没有了，我在等老师的教诲。啊，老师在看着我，把心浮气躁的这一种心念完全放下了，啊，专心一致。他开口说：“有。”那我们听到这个有啊，感到很振奋，这心就动了，他就不说了。他必须要在你啊不动的时候，他跟你讲。这个教学法非常有受用啊！可是这个教学法现在不能用，现在要听的时候，问一个问题，隔半个钟点，他早跑掉了，不听你的了。啊，换句话说，现在人没有这个定力，没有这个耐心。啊，他要很快就答复，答复什么？这边进去了，那边出去了，不管用。啊，纵然听清楚了，
不能落实，他做不到。啊，就张家大师教学法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等量差不多六七分钟。啊，我们心定下来，跟我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再帮助放下；放下，再帮助看破。像爬楼梯一样，对，一级一级上去，达到最高峰。以后我们学佛明白了，大乘教下了所讲的止观呐，啊，观就是看破，止就是放下，啊，在哪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懂得看破放下？穿衣的时候，有没有知道看破放下？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知道看破放下？都融在日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接触。意之法，六根在六尘境界，只要你懂得看破放下，真修行啊！释迦佛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啊，离开这个原则就不叫佛法了。而那个时候我们初学，对于佛学常识一无所知。啊，张家大师用这种通俗的语言，看得破，放得下。啊，来教我。我听了之后，我没有他那样的定功。我听完了，马上就有问题出来。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给我说三种布施。啊，从布施下手。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告诉我，永远有布施的心啊！遇到缘，随分随力，那就叫菩萨道啊！没有这个能力，有心，有这个念头，有这个意思，都是无量功德啊！跟我说的很清楚，财布施的财富，布施是因，财富是果报，有因必定有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么又再进一步告诉我，果报现前要施舍。啊，你们得财富了，
这个财富要失掉，要舍掉，舍得啊，舍是布施，把你所得到的东西失掉，失掉之后又会得到，得到的东西再失，再失，越失越多，越多越失，啊，永远不要保留，保留就是烦恼。保留就是造业，那就是业障。要是啊，啊，欢欢喜喜的事，啊，得到要懂得事，这个教诲啊，非常重要。弥陀本愿究竟圆满啊！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他究竟圆满。他到极乐世界，个个人都证得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是什么样子？在这一篇经文里头，啊，22篇，要为我们写书。啊，第一个，清净平等的，你看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是定。自性本定啊，我们自性本定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我们迷了。自性本定什么不知道？那佛帮助我们，先帮助我们认识、看破，然后再帮助我们恢复，恢复就放下。把所有障碍放下，障碍说染污放下，分别放下，分别就不平等，不分别就平等啊，清净平等智慧就现前，不清净不平等烦恼现前，智慧不会现前。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知道了，你会非常快乐啊！为什么呢？修行修无上菩提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离开日常生活到哪里去修？楞严是开智慧的一部经典啊，大臣，古来的祖师大德都说，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智慧怎么开？放下这一切染污，智慧就开。智慧本来有。是，就是清净平等觉啊，平等究竟清净平等觉的圆满，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圆满。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清净平等里头的见平等。我们看到极不平等，为什么佛说平等？好，我们下回分解。